算我求你了，好吗？我以后一定还。不是，我推脱，我是真的不能给你。那我有件东西，跟你换行吗？你在杨府的时候，不是一直在找夜宴图吗？那张图的真迹在我手上，只要你借我钱，我就把画给你。 你说什么？夜宴图的真迹在我手上。画是王矮所作，五尺绢表设色，临表用的是紫鸾雀锦，檀木空轴。画上是西川路转运使薛雀的夜宴之景。主人居中，客人居两侧，有歌舞古乐，吃的是骆驼峰，跳的是胡旋舞。我的茶坊以雅为卖点，所以颇有几幅名家字画。 这幅画就是客人欠下赌债拿出来变卖的。杨运判也喜欢字画，去年在我那喝茶的时候，一眼就看中了这幅画，三番五次的找人向我介绍，我得罪不起，就找师傅仿了一幅给他送了过去。他也分不出真假，他觉得我懂事，不然，我也不敢为了引张擅自离越籍的事儿向他讨人情。 皇天厚土在上，我说的话，要是有一字虚言，就叫我重堕贱籍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唉，尹章的姐姐因我而死，她现在落入这番境地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我需要很多钱才能救赎她，骗过周舍。 你那幅画现在在哪？那幅画我放在安全的地方，没有带出来，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这就是你摸到的那个金牌，我是因为实在没有盘缠，所以才切下一点边角当盘缠。我不是不舍得给你，而是因为如果给了你，我就没有任何凭证可以证明我自己的身份了。要不这样吧。 是我爹留给我的上好的和田玉，你拿着它，至少也能换200块钱。谢谢你，赵盼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夜宴图在你手上的事，你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这幅夜宴图会带来的麻烦，比杨府几十口人命来的更大。 听清楚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你也保重。要不然，我的钱也没法还你。对了，你去东京，我怎么找你啊？周桥南桥口有一家王记铁铺，如果你看到门口挂着红色的旗幡，你就进去找老板。 买10根银针，他自然会带你来接我。如果你一直看不到旗幡挂出来，这钱就不用还了。